2017年拆除了忠孝桥影道，2018完成了北门广场景观工程计划，让北门重见天日，风华再现。伴随着周遭北门古迹群、铁道部、台北邮局、三井仓库以及清代古台之洋楼等，在繁忙的台北市中心注入了一股优雅清新的历史风情，人文气息连成一气。以北门作为中心点，北门古迹群这股新的能量也串联起方圆一公里的范围内西门町、迪化街、象棋街、宁夏夜市，再结合